正言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上开示，爱心天地一家，但愿大家能够悲智双运，表达出社会的温馨，善与爱都是台湾的宝。冒着低温，来自全台各地的搜救队以及国军弟兄持续在台南围观大楼搜救。除夕夜，他们放弃和家人团圆围炉的机会，唯一的目标就是能尽快找到受困民众。但愿呢，大家的悲智相应，用智慧，用力量，不惜辛劳的，不要放弃的，这都是表达出了我们社会的温馨。所以善与爱啦，是台湾的宝啊。同理感受，以爱陪伴，慈济志工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，邀请受灾户一起到台南静思堂吃年夜饭，希望能用这份温暖抚慰惊慌不安的心。这样的投入，连在除夕大年夜啊，也人人呢心都是系在一起，人人有爱，人人都是共同在一个天地之间的大家庭啊。因为有爱，天地一家，无论是救难人员或是各地的志工团体，都是轮班到现场尽一份心力，帮助受灾乡亲与家属挺过难关。大爱新闻江信信刘宏志花莲报道。